不至明明德以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都督督，书中自有黄金玉。都督督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都督督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颜如玉，蓝公子，蓝公子，蓝公子，不好了！衙门的是师爷带着差人来东门了。 天之呀，你怎么还不搬走啊？要封门了呀！这真是想不到，先父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债呢？啊，这是大人批下来的，你还是赶快收拾东西走吧。来，是。哎，师大人慢点封，容小的再向县衙门上个禀帖吧。哎，没有用了，瞧瞧去。 每一件全都给我封上。是。叔叔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当先父在世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提起过这笔债是打从哪儿来的呢？那借票明明是你父亲亲笔写的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叔叔，求你替我说个情，有一个房间给我，全被封了，叫我住到哪儿去呢？ 既然大人已经批下来了，恐怕一时也挽回不了。我看你还是拿点东西暂时到外边住住再说吧。太不像话了！是。走。 打铁趁热，你赶快去办过户手续，这儿的房子一起封，这个产业就是你的了。<笑>是是是是。蓝公子，蓝公子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天地之大。 岂无容身之处？啊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被赶出来了。哼，混账！你为什么不到县衙门去告他？霸占人家的田产，哼，那还有王法？哎，老弟，你别哇啦哇啦叫，这个年头啊，心狠手辣的人才最有办法。哎，老弟，别忘了古人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<笑> 郎公子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回见回见。郎公子，可惜我家里边太穷，要不然呢？不不不，我想到孝廉府去住住再说吧。啊，孝廉府啊，就是那个闹鬼的鬼屋。啊，那个地方真的有鬼呀！